次通过，三年零八也通过八堵站哦。我是公安的车长，在2011年那个7月8号报上八堵站哦。我看一下那班是什么，看一下，然后报站八堵站。16点，哦，16点33分出发的是刚刚通过是41次，台东发车将花东银行树林的1号3连线是2辆编组的皮蛋豆腾阳新人街上列车。刚刚是421次哦，台东发车从花东向树林，1号3连线是2辆编组3008的皮蛋豆腾阳一张列车。我的34还不来哦，对吧？好了，如果喜欢片跟妈咱们多多点我们的激光片，赶快自在见妈拜。这台先等着好，但快来了吧。嗯，对，准点。啊，来了。来了43次树林发车，将南回线号新左营的1号3连行，是2辆编组的皮蛋豆腐藤要新人机交列车，3012在报站通过。超感动了，拜拜，再见。我的434树林发车将南回线。开往新左营的1号3连行是2辆编组3012的皮蛋豆腾阳新人机交列车，在报站通过。啊，如果小明跟妈咱们多多点我们到，以及刚好面，谢谢哥哥的剪，拜拜。啊，所以拍完八堵站的两列3000，现在下午都还不错的这个时段，啊，能够拍到2列3000，在5分钟之内啊，啊，就这样哇，大一二三一。如果小片呢，跟妈妈你们多多点我们到就好了。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啊，这样蛮感动，然后有一台172。